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一起清空购物车，买买买，拆拆拆，我们快乐把箱开。今天的主题是奇葩酸酸零食测评。酸酸零食，最近有好多酸酸的零食。是酸酸它就变得可爱了吗？就奇葩酸零食不行吗？这个是我这啥呀？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潮汕梅汁青芒，潮汕特产，美容养颜，吃过一次就爱上。装完咋吃啊？剪开呗。开袋即食，写。开袋即食。得老酸了我，这是不是得蘸辣椒面吃啊？吃了，拿一根吧。这一根挺大的。酸酸吗？酸酸。还行，挺好吃。都脏化了，完了，哎呀，白瞎了。我挺好吃，我新衣服，那挺好吃的，那有点像萝卜。它是当一个甜食吃吗？应该是吧。还是当菜吃啊？应该是当甜食吃的，当菜吃得蘸辣椒面吧？挺好吃，挺好，真挺好吃。嗯，辣椒不说，不咋太酸，其实还挺甜的。完了，感觉很生津，吃完了嘴全哈喇子。它还泡了梅汁，我觉得梅汁本来是甜的，它可能综合了一些芒果的酸，用糖腌的，热量还挺低，不错，这个真好吃，推荐给大家。换一个，这个是冰糖葫芦，隔壁小孩馋哭了，来尝尝，我看有多酸。这个很像过年的时候吃的，桌上摆着，这老多糖能酸哪儿去？海苔味儿，主要有汁嘛。这叫硬硬零食吧？太硬了。我咋吃啊？咬不动，咬不动。哎呦，我牙要崩掉了！妈，随风而来啊！不是我看。太不雅了，我丹子还没咬碎呢，朋友们，太硬了，牙口不好的建议不要尝试了，而且特别粘牙。我咬了这么半天，光把上面冰糖和芝麻吃下来了。这个是，它不酸，这挺好吃的，就是太硬了，不知道给谁吃。那完了，我这牙口反正是咬不动了。啊，还有一个这个，是啥呀？童年回忆，先酸后甜，九零后尘封的记忆。是那个糖，小时候老吃。啊，秀豆。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种糖是超刺激，还有那种还有一个臭味的糖，啊，独立包装，这个行，这真童年回忆了。哎呦，这行，感觉能咬动，我真酸，这挺酸，它这个酸来源是啥呀？不知道啊，柠檬酸吗？应该是吧，苹果酸。还挺好吃的，你看这你只要能扛过那个开始的那个阶段，后边它就是普通的糖，它就是在外面抹了一层那个霜，我感觉甚至也没有那么甜。可以，这是啥？老醋味酸梅干。老醋味，我尝尝，也是独立包装，尝尝有多酸。感觉就是一般的果脯。嗯，这个好好吃啊，那一点不酸。咸。像盐了还。有点太咸了。哎，但好好吃啊。这个味儿太重，你爱吃吗？挺好吃的。齁咸，我只吃了咸味儿、那个。没有第一个那个青芒果好吃。这味儿你确实有点过咸。太咸了。但感觉很多这种梅子都是咸味儿的哈。还有一个是广西酸野，广西酸什么野吧？啊，这里面有沙梨、李子、萝卜、芒果、刀豆、桃子、葡萄、牛肝果、嫩姜。但我这些东西也是路边卖的那种啊，我在视频上看过。我感觉，但它是不是得配点大米粥吃啊？它就是单吃的吧，它是开胃的吧？广西吗？还是沿海地区都有？用手吧，拿大点。你尝尝，豇豆。是豇豆吗？
朋友们，就是咸菜。是不是买的不正宗啊？就是咸菜，破菜，圆白菜，这不就咸菜吗？还挺好吃呢，就点大米饭，应该吃点肉的，吃火锅的时候很适合吃。它应该不是这样的路边卖的，这个太像咸菜了。还有辣椒，主要是这里面。谁要是没事说看电视能吃一袋子这个，那他真是有点本事。咸的，我舌头有点麻。我咋没看到这里面有水果呢？我目之所及，这里面就是豇豆。这个吗？圆白菜，这啥呀？橄榄吗？橄榄还算水果吗？李子、小李、大萝卜、大蒜。很特别。还有吗？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一个喝的。这是喝的，我有点期待。东南亚最酸饮品，泰国酸甘水，可用。酸甘水啊，它叫甘水。啊啊，甘水啊，你要就甘水。酸甘的水啊，酸甘是一个。让你说成轻声，酸甘水。可用于制作饮品，亦可烹饪菜肴。据说酸度是柠檬的100倍。尝尝。这腐蚀肉啊呀，这弄老那么老酸。一点点吧。尝尝。嗯，闻着像，哇，啊，酸吗？嗯，哇，酸酸吗？酸酸的呢，啊，是酸酸的。嗯，哇，这个，哇，它就是这么，哇，你这也太难了，这里边还有白砂糖。哇，这个，还有柠檬。色素吧，那他说比柠檬酸100倍，行，做菜我估计行，或者在奶茶里边，结合着，还有点欲罢不能呢，该说什么呢？有点烫，青柠檬，青柠檬，不是那种黄色的柠檬味，真有点酸，这个最酸，真酸。推荐成都，最推荐那个青芒果。嗯，那青芒果真好吃。哎呀，我现在胃都有点疼了，我舌头有点要裂。这个最好吃，好吃。嗯，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我觉得这行，这个当咸菜吃还挺好吃的，吃油腻的时候来一个这个非常解腻。不建议就是空嘴儿完了抱袋吃，就粥行。嗯，下一个是第三名，这个还是这个？难分伯仲了，有点秀豆吧。秀豆啊，酸糖，那个呢？这个也不错，它硬糖葫芦，糖葫芦太硬了。那我选这个吧。这个行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很多用途。对，而且我是觉得，如果你觉得它过于酸，你可以兑点那个水，兑点水喝。或者你在别的饮品里借个味儿。对，你比如说你泡那个什么百香果啥的，往里面放一放，完了你再加点冰糖啊、蜂蜜啊啥。嗯，这俩呢？这俩我这个吧。其实我觉得还这个还行，因为你觉得有点咸吗？这我觉得太咸了。嗯，但我吃还行，它俩并列吧。那糖葫芦最有名，糖葫芦太硬了，太硬了，牙要崩掉了。我的那个味儿还挺好的，但是咬不动。建议大家缓慢食用，不要一口下去。这个真是超出大家想象的硬。嗯，它不是酥脆的，它是。不要对自己的牙齿过于自信。不买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。开心不停买，下次接着买，拜拜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一起清空购物车。买买买，拆拆拆，我们快乐把箱开。熟悉的拆箱环节又来了。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测一下这个夏天防晒神器。它这有高级神器、初级神器。咱们从级神器从初级的开始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啥呀？巨大帽子。整这么大的箱。钓鱼时候得戴。嗯。我戴，我戴。我不知道。那怎么的呢？我们脑袋大的，还不配遮阳呢？看着，哎，卷帘卷，卷帘卷，挺好看，有点那个露营的感觉了啊。哎呦，能挡住我还是晒不到的。那要不，那咱几个，白姐，小白。东北老家卖过大鱼。
你这个你也整上呢？我看看这个、咋整上啊？整这不捂的不更热吗？但是它晒不着啊。哎，我看一眼，你给毛毛看。挺好。挺神秘啊，这挺好。你这位观众展挺好。行了，下一个吧。下一个吧。啊，你带走吧，就送给你了。这个初级神器，不管来一趟，白姐。头戴式遮阳伞，你撑一下这个绳。好。哎呀妈呀，好了，这也是一个往脑袋上戴的一个伞啊。它是咋戴的呀？我先试一下啊。我感觉就这些防晒的啊，对我们脑袋大的真是太不友好了。就这样，这老大，我脑袋这老大。它圈就这么大，这样吧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这啥情况？就你正常，你如果你头合适的话，就把它戴头上，然后走。哎，我感觉就是有点很适合社恐。社恐还敢带它上大道上走去？那大家谁也不要靠近我。那你打正常的伞不也行吗？有道理啊。你非得戴脑袋上，这就解放了一只手嘛。这个适合搁外头行走，那个适合吗？你戴。适合、啊、那这人心里得老强大了呢，说带着他的外头行走。对呀、啊，就心里强大的可以。我现在不咋太行。哎，快给你看，白姐虽然说她紧着说热，但她没有摘掉那个帽子。钓鱼啊，就送给孟哥一个，孟哥好钓鱼。还有吗？有。终极了，终极这个、嗯，这个是啥？哎呀，呀，这怎么是科技产品？这是个啥？防晒相机。哦。防晒相机这种高科技是什么呀？哦，它是一个连到手机上，然后可以看你防晒霜那个效果的这个镜头。啊、哎呀呀！啊啊！哎呀哎呀呀！妈呀，这太难看了。它也不是为了好看吧？那怎么能看出来哪有防晒呢？黑的就是防晒吗？那我涂了也。还是得我看看。那这个跟手比啊，手就没有吗？啊，手也有，你手摸啥？你整的挺全面呢。女明星造假全过程都有。啊，我是没有的，我手上是不是很洁白？我腿上都有，你看看。你看我腿都是黑的，我腿。你真没手抹呀？哎呦，床上门这块没有，你看这块没抹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它可以测那种防晒霜的效果吧？来来来来，这个是喷雾的啊，你自己摸。看一下有没有区别，看看你的手。啊，这个挺黑的。那个呢？哎，这个就是喷这块一块黑。你看这边是整个黑的，这边就是喷那个一个地方黑。也是得磨磨吧。对，说明这种喷雾的，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不能喷完就拉倒，它喷不匀。你要动手把它抹。确实，它没有这个黑。你看这个可黑了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科技产品有东西啊，检查一下。玩会儿得了，玩会儿得了。好了，下一个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有用。高级的了，看高级的是啥呀？高级是啥？这个就是高级的，是全套的防晒套装。哦，全套防晒套装，那不就把自己身上就全捂巴上吗？这为啥是高级？这还能有那个科技高级啊？咱们这个初级高级，科技的它没有起到防晒的作用，但是防晒的一环。穿一下啊，我朋友们，如果我一会儿我穿上之后没拉上，我就会非常的尴尬。这也不全身，腿不都外露的吗？是呢，这有啥？为啥它是高级呢？哎呦天哪！啊，你再戴这个，那肯定的。你好像那犯罪分子，你还要干啥去？你逛街去吧，穿这事儿挺可疑。哎，这事儿我走到这样式的。你都不用那样，你本身就挺可疑了，你这样。那人家不得害怕呀？我这上街呀。这些我感觉都不太适合上街。不太适合上街。你不戴那脸上能不能好点？那它不就是一件衣服？那你这身上不就是盖住了吗？主打就是长。专门给那个不爱穿裤子的人设计的，我觉得就是。哎呀妈，我上回钓鱼穿这个好了。热吗？这个穿呢？不热。哎，这个倒是不热，它就是防晒服那种感觉，你就是它不会说贼捂汗，因为它很透气。那还行。对它，但是它确实是加长版防晒服呗。那咱们来排一个名吧，你觉得最实用是哪个？
那个相机还行，嗯嗯，它起码就是对，不会给你带来一些心理负担。对，在家还挺有意思。那我们把相机排在第一名，这全身防晒第二名吧，它起码是能防。嗯，那帽子，帽子比伞强，我觉得。嗯啊，帽子第三，这伞第四，这伞。这伞太需要。帽子起码在社会上还见到过有人戴，这个伞我是真没见过谁戴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。不买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。开心不停摆，下次接着买。拜拜。拜拜。